硕，因为我们这儿也是受台风的影响吧，这两天降雨量也比较大。昨天的时候其实也担心会出现这种积雪的情况，所以说我们提前就是把那个几个毛孩子的笼子都用砖头给它架起来了，但是确实没想到这个积水太严重了，现在整个农舍基本上是被淹了，而且我们周围全都是积水，这个水也排不出去。因为我们家现在也是院子里面也存了很多水，所以说几个毛孩子只能暂时安置在邻居那儿。现在也是忙活了一天，给那个小家伙吃的呀什么，基本上也都带了一些过去，然后把他们要用的东西收拾一下。几个家伙还没吃饭，去外面吃。